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罗淑蕾等十七人临时提案，针对财政部函释公务人员薪资中之主管职务加级等同所得税法免税之主管特支会，由于中央政府各行政机关领取主管加级人员约四万七千人，领取金额约四十七亿，如此庞大的金额，既然按照一纸行政命令而予以免税，有欠社会公平正义，也造成国家税收的严重的损失，因此要求财政部应紧速废除相关行政函释，维持有所得就要扣税之赋税公平原则，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委员。